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方块世界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 哇，有一只牛龙从我面前走过去了，呵呵。好，各位一定觉得很奇怪，老头为什么会在沙漠地区哦？因为呢，老头想要来这边抓害鸟，就顺势在这边直接做个开场了。如果一样呢，那么喜欢我的系列的话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下方留言，或是把影片分享出去，感谢各位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先赶快抓一下我们的害鸟哦。其实呢，老头一直是想说要把所有的生物都抓过一轮哦，但是呢，有一些小生物，像是这个甲虫啊，其实就不是这么重要啊，有可能自己试一下就把它完成吧，太小只啦，寂寞的小只，感觉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啊。牛龙啊，不知道什么牛龙都怕我啊，可能是我的等级太高的关系吧，好吧，那我们在附近找一下害鸟啊，稍微找一找，把它带回家玩一下。然后再去做别的事情，啊！你们会不会觉得说，这个系列感觉大同小异，其实有点无聊啊？会不会这么认为啊？我们找到了，因为我是觉得游戏就是这样子啊，真的，我是个人比较喜欢把这种游戏日常拍出来啊，会感觉比较有趣一点。对啊，那其实也就是大家喜欢，或者说，应该是这样讲，会接受的人依旧会接受，会留下来，对不对？就好比说，你明明就你喜欢吃某一家的拉面，但是别人不喜欢，但是呢，终究还是会有人喜欢那家拉面的口味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啊。所以说，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同，像有些人就是喜欢速看攻略型的，就是很喜欢看重点的那一种。不喜欢看那种太拖台前的那种影片，他就只想要知道重点而已啊，这也是有的啊，对啊，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我的影片严格来讲就是一个拖你们台前的影片，你们拿石头砸自己脚，以后就没有要来看我们的影片哦。呀妹，为什么我变成笼中之鸟？干什么东西啊？还两只，呀！抱歉，说错话了，我的错，对不起，去死吧，去死吧，去死！哎，跑嘞，刚不是很强，不是很会啊，你不要给我再回来了，搞什么东西？我看我还是乖乖站在上面好了。我要这只16等的，可是我想要先把这里给填平，我怕人家跑上来。呵，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还不快跟我走？这个应该是驯服吧，强制驯服吧，对不对？没记错的话，你干嘛啦？你也想一起来是不是？啊，你这家伙是不是也想一起来啊？你们是不是情侣？为什么迅猛龙会从那边出现？哦，我懂了，因为旁边是沼泽，而且这些迅猛龙突然来，伸出这么多是怎样？干嘛啦你们？现在是我打你们的同伴，然后你现在非常的愤怒是吗？啊，还是怎样？而且现在开始搞上了前面那只16等的，我开始怀疑你们的性向了哦。而且我发现他晕眩值掉的好快哦，他晕眩值真的掉的很快，我有点傻眼。还好我有带这个睡眠药剂哦，随时就喂他吃个几瓶啊，让他不会那么早就醒来，给我继续睡。好啦，我们回来啦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害鸟怎么玩哦。好，我们跳起来。呀呀呀！跟之前一样，说卡哇伊，飞飞飞啊！这个要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才好玩啊！那边有一只猎物，咬啊！所以要从头到尾就只有它的左键是攻击而已。迅猛龙，完蛋了！我攻击比较高，哈哈哈！哇，原来害鸟是在陆地上专克迅猛龙的生物，原来如此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点一下负重好了。我们从天空飞下来看一下。哇哇哇哇哇！要怎么？我要调整一下。喂，然后收卡哇有没有？飞飞飞飞飞飞！然后它跟那个方舟生存进化一模一样。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收藏品可以收藏了。我们又多了一位先生，一位这个是先生还是小姐啊？多了一位害鸟先生。我们要帮他设定一下这个被动状态。算了，帮他设定中立好了，好不好？让他有个自我防卫机制，不然的话都被欺负。现在19等，好，海鸟，拜拜，再见。
好啦，那么接下来呢，老头呢要开始来做一下这个啊一些蓝图里面的东西啦。哦，老头呢今天想要做这两样，给各位看一下，而且这两样其中一样将来一定会用到的，那就是我们的弩炮塔。它虽然是只能扎根在地上的，没办法做任何移动的，但是它将来可以放在平台上面。你试想一下，风神翼龙平台加上弩炮，再配上我们的弩炮箭矢。但是呢，这不是重点哦，重点是它还有魔法弩箭，魔法弩箭哦。我们到时候如果抓我们的石头人，老头应该会用这种方式去抓我们的石头人，因为石头人他基本上是用魔法箭矢晕眩没有错，但是他体型太大，他的晕眩抗性很高。我觉得光是用箭矢慢慢戳、慢慢戳、慢慢的增加他的麻醉值太慢了，我们就用魔法弩箭。啊，再来呢就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啊，在这里投石机炮塔。啊，今天老头想要做这两样东西哦，来看一下这两样东西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哇，这个工程浩大啊！我说真的，玩个两三发就没了吧？哈哈哈，玩个两三发就去了啊！我说，是不是玩个两三发就去了啊？相对的啦，它的效果应该是蛮显著的啊。这种 PVP 的时候，在打工程战的时候，应该用这种东西都是非常 OP 的。我觉得，它可以做几只啊？我可以有办法这么多只吗？最多就三只而已啊，三只而已啊，没关系，就玩这三只给你们看一下而已啊。岩石块、铁锭，好，这可以做几颗？其实它这边没有显示哎，我们做十个好了哦，只能做两个啊，要的岩石这么多、哦，好，再丢，好，我们可以做五个。其实我们现在应该就可以射了，可是这个角度我怎么看都看不清楚啊！有在瞄准吗？我觉得我人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我完全不知道我人在哪里、欸，我只看到脚踏车在那边踏而已。他这个视角做的不是很好哦。哇、哦，六百多，死呢！可恶，太远了。好，那我们这次抓一下角度，死呢 ！Nice。好、哦，看到那边了。哎，哎，阿外弩箭都还没玩完，你就这样子哦，大哥，我的弩箭，玩一下错了吗？玩一下错了，我做错啦！啊，终于大成功，这个方向。不要再爆了，拜托，我求你了！啊，我们的那个嘞，在这里 ，nice， 哇，瞄准 ，fire，yes， 是不是很准呐、啊？有没有很准？请叫我啊，弩箭炮小吊手，怎么感觉好难听啊？啊，弩炮小旋风就是我。啊，没中了，好了，用完了，就这样三发。有没有突然觉得很空虚？有没有觉得很空虚？还好啦，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好不好？呵呵，好啦，老头呢，接下来呢要开始抓我们的第二了哈。其实呢，老头呢在早期就一直很想抓一只，但是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。啊，如今是时候了。啊，这个天时地利人和，老头呢掐指一算，算了一下这个时辰，嗯。今天的日子非常适合抓我们的第二，啊，所以说呢，啊，我们就来抓我们的第二吧。那抓的方式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啦，就是把它引到洞窟里面，呵呵，陆地型生物，哈、啊，嘲笑一下，啊啊 ，AI 终究是 AI， 弱者，你还是我的了，我要征服你了。然后呢，老头这次做了这个场馆布将加这个睡眠标哦，效果应该会大大的提升哈。因为我想说，也是时候该做一下更换了啦，不然一直用弓箭、麻醉箭，其实我觉得不太好，不太优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它这个威力如何哦。哦，我射下去伤害蛮高的，会不会直接把它弄死啊？而且它好像可以装，它可以装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哇，可以射更远了。
Oh my god！ 我觉得这个现在先把它拔下来，先把它拔下来。我怎么把它拔下来？尴尬了，完蛋了，不会拔了。我看一下，按 C 键啊、哦，有了，按 Ctrl 可以把它拔下来。好，我们现在不太适合。好，我们射头，还没射到，该死的。好，射头让它增加麻醉的效率变高一点，希望不要被我射死。有，我们都瞄头看看好了啦。我们现在我是带100发出来嘛，刚刚 miss 掉一发，所以现在是第三发是吧？啊，第四发，再来，赶快把你的头转过来啊！你这是晕了吗？我看起来不像是。哦，有第五发。哎呀，管你几发，快点晕啊！快点晕啊！还是我弄错了？哎、欸，昏迷了。哎、欸，效果还蛮显著的、欸，十发以内搞定。而且如果都瞄头的话，赞。啊，先请你当一下石像。啊，对吼，我们石像鬼是不是有大腿肉？是不是有？哎、欸，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子开包包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那还蛮方便的哎、欸。哈哈，哎，可以这样开包包哎、欸，挺不错的啊。OK， 我们现在抓到了哈，我们赶快来把鞍做一做啊，再来看一下到底第一只鳄鱼啊，攻击力基础率到底是如何？我们终于有自己的专属的鳄鱼了，太棒了！啊兹，害我突然想到鳄鱼电蚊香，你是不是鳄鱼牌的电蚊香啊？啊，感觉你蛮像的，你是不是有代言他们的产品？你说198，我只有左键攻击而已 ，C 键有没有能力？没有 ，C 键没能力。咬，这家伙在水里应该游得很快吧？应该游得很快吧？我们来下水一下。啊，可惜这里不是水，没关系，那我们自己盖的游泳池，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盖的游泳池任逍遥游一下。看一下这个速度行不行？啊，也深度不够啊，深度不够，然后他没有体力了，有点弱弱的。生命啊，他唯一的缺点就是耐力不够。好，可恶，他没有什么在游哎，看来深度不够，没办法游。算了，我们下次再测试好了。然后他居然掉到下面起不来了，这只鳄鱼你也真的是。调皮耶、欸，可以不要这么调皮吗？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的调皮？搞得上不来了这样子，我要帮你擦屁股。好啦，不要说对你不好，弄了一个台阶让你上来，啊，三角龙，那，哎，不要把我推下去，我好不容易上来，哥好不容易上来。啊、哦！不要！我一直以为你很强，你怎么一直被击退呢？你该有你鳄鱼的这个尊严怎么没了呢？照理来讲，鳄鱼体型这么大，为什么会被击飞啊？我觉得这个不符合逻辑哦，我觉得不符合物理学，要不要改了啊？三角龙对于体型大的生物不能被击飞，那如果照你这样子逻辑来看。啊，不是雷龙也可以被击飞。好，我们下一集试试看好了，要不要？咱们下集来试试看好不 好？我们终于抓到我们的第二了，以及玩了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好，虽然中途状况非常的多，但是呢，我觉得算是有收获的，是不是？鳄鱼哥哥，你想要叫什么名字啊？下次再帮你取名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到这啦。如果喜欢我片的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坏笑，帮我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方舟方块世界再见面了，拜拜。